你好，今天的主题会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综合，然后第二个是分享。所以综合方面呢，我会跟你讲探讨过往那些那时不是从9月、10月、11月有谁那些鼓吹放进广场名单，这样我们会把这三个综合起来，然后看在每次只是观看那些东西它的走动，然后再做那些就做了这三个月挑选之后，我是。综合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些基本面啊，再慢慢的去探讨一下。OK，所以综合这方面就可以很可以看的，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过往，看这里是，这是9月份的。OK，所以在这边呢，我就加了一个在这个叫做 filter 这边，OK，加了 filter 就方便很多，我挑选。在这边哦，我目前我要看的是，只是 watchlist 而已，所以 watchlist 那边哦就有这么多而已。OK，so 这个是9月份的，然后我就copy 它，然后就开一个新的这边哦。OK，在这边我先 paste 过去啦。OK，so 大概是有只有23个啦，是23个，1、2、3、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OK，这是23个。这你还没有讲这些东西，等下我们要也是要顺便抄过去的，OK，so 这个这三个是蛮重要的东西来的啦，OK，so 也是要顺便去抄过去的。在这边我就放回去这边，然后这边我就 paste 过去。OK，然后这个是开大一点啦，这是开大一点啦 等下我才再再拍过这些东西，因为等下还是需要，然后9月的 OK 是这样了，然后我们去10月的时候哦，10月哦，在这边哦，我们要做的就是。拿掉这些，只是放这个，不好意思，正确来也是拿掉它，然后我们只是放一个那个 NA 的，就是它没有在10月份出，9月份出来的，然后在这边哦，OK，so 这边是在10月的时候，我们又多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在 purpose 那边哦，我们就在只是拿 watch this。OK，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它只有多两个。所以在这边我又同样的哦，先拿这个过去。OK，然后十月的就是这三个啦。O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会比较简单，因为等下我们会再排过从A、B、C 这样子排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大概有多少个我们需要看的，OK，然后再从11月的就是这里，11月这边哦，OK，我们要看的这里就是先拿掉。这么一个一哦，对，那个一不大重要的，那个一是下面排行的，OK，这里没出现的，然后10月那边又没有出现的，就这次就比较多了，OK，so 在这边呢，purpose 这边我们同样的也只是拿 watchlist 一，所以你也看得到又再减少了，OK。在这里就是最终我所需要看的股而已啦，OK。11月方面在这里 call 完，OK，这个，这是全部都是 watchlist 的。在这里呢，我已经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给它先丢掉了，OK。这里在我有放这个东西，这个就有没有出了，我用 VLOOKUP 来 check，OK。So 他会 check 那个我开着的时候还有没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放这个 end 咯
就这么简单。在这里当它找不到这个的时候，是它有一个 error，就是还会回复出那些有问题的。OK，不行的话，我如果拿掉这个 if error 还这个 and 就是它会出那个什么东西。到最终目的，我们这里就是讲它没有出现过。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做比较简单一点了。OK，就在这里，我就再选回去，9月在这里，10月哦。你看到吗？这边如果没有再挑选的话，你看这边是有4个，受这样的挑选之下，它就已经是完善了的。OK，受这样情况之下哦，这里我们总共有35个了。OK，在这边我们就要做一个叫做再从头排过，就是按这个 AE，所以它就会帮我们排了好好了。OK。所以在这边就比较简单，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接下来的就是要做那些fundamental analysis 的东西了，会比较深入一点的。OK，所以在这边这是9月的，所以我是拿这3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这个我又再 select 回去了哦。OK，所以这里 paste 过去。在这里，我已经是不需要放什么，我大概是指好了 trend 是怎样的。OK，so 在这边我就可以做那些我们所谓的，让我看一下先，这个所谓的就是筛选那些啦。OK，如果要赚比较快，看到有要赚钱的哦，在这里做 filter 的话是，我们这里就只选。Sideway 跟 Uptrend 啦，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少了会更加多了。OK，为了方便一点，我看我还是加多一个格在那边了。那个就是放1234了，OK，再放一个 number，然后再放一，然后在这边这脚头再 double click 下去，然后再按这里，再按 Fill Series，所以总共有35个，OK，就在 Filter 这边。OK，filter 这边就做好了。现在我们如果要真的最快的是按指 uptrend 啊，所以 uptrend 的话我们就看得到就比较少。如果要更加好的话，我们就调掉那个 bad 的咯，又更加好的当然就只是剩下 good 而已咯。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有业绩比较好的是不是很多啦？这个 VS 那边的确是蛮好一下的，然后一个 VS 那边也是蛮多东西，你看到是你这有24、67，这个是7个，这个当然是我之前所讲的那个几个根据，然后我再放这些东西，然后这些就开始可以放那些业绩之类的啊，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然后做一个 graph 出来，这个东西就接下来会花一段时间一下啦，就这样来做那么我们就比较简单了，通常这里我们需要的哦。是看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是多少，然后 number of shares，OK，是这是蛮重要的 earning per share number of share，然后market cap 啊，OK market cap 就是那个市值啊，OK，so number of share 就是股数，EPS 就是每股盈利，OK 这3个是蛮重要一下的。这个 EPS 会比较多一点啊，这个 EPS 我相信没有这么direct，因为它的 EPS 我们还要看的是有分蛮多，这个要这样放了，不好意思，这个 EPS 要另外放了，因为这个 EPS OK 它有分的是放年份的，或者是那个月份的，那个 quarter 的那个就一个季度的也可以哦。然后接下来自己放，然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些东西来看它有没有上升下降啊。最简单的，我们不要放还有另外一个是很简单啦 ，revenue 盈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rofit margin 啊。OK，这些是最简单的
懂数据的，当然会越多是越好啦。OK，这 EBS 比较多，这个 revenue 这些当然会不只是什么啊，这个可能还会这样分呐、啊。OK，可能还会这样分，就是说、哦、我先目前先得哦，现在如果要看的话，我们看2015年的。OK，2016。要这样放也可以，或者是 Q1 啊，Q2 啊，这样来放。OK，这个 Q1、Q2 哦，它的定义哦，有分的就是哦，我们为了 standard 起来啊，就是给一个系统化起来是，跟着他们的季报的来算啦，OK，有很多种啦，OK，跟着季报啊，比如说他的第一个 quarter 的时候，他也可能是4月到6月，就是他的 quarter result 是一二三。一个 quarter，四五六是第二个 quarter，但是它四五六哦，它是第一个 quarter，如此次推列，就是跟着公司的它的那个财政年来排啊，那么这样排着下，我们就可以比较看一下它的进展有多少。OK，所以在这边我们只需要这三个是一直改，这两个是没有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啦。OK。有更新的话就需要改了，比如说有 Takeoff 的话会我们又要叫 normalize 它，就是它红股之后哦，红股之前呢我们是拿红股之后的股数，就这么简单哦。VS 也是有share split 就是采股，那个也是拿采股之后的，所以一些东西我们要除五啊之类的，这个是分一拆五啊，就是一分成五个，一个股变五个股啊，OK。说 the group 是好像是一对一还是二送一，忘记了，这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OK，说、so,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好的不是很多，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这就在这边。那我们看到这些全部都是扣完了，很好，就是这么简单。OK，so, 现在 DG 没有记错哈，应该是变成 sideways 了。说、so, 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大概一。这里我先拿掉这个，会比较简单了。OK，所以说这只是大概就是我们做了这些东西，做这么多，到头来要总合起来，也就是这么简单了。OK，所以综合起来就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就是这么简单哦。OK，接下来的功课会比较麻烦，因为还是我要做35间公司，每一间都要看它的那些过往的。季报那些，如果季报会比较多，年报的会比较少啦。OK，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我先点一下 comment 啊，没有问题了。OK，然后这里我可以放是 final watch list 啊，在这边哦，然后我就可以做一样东西。按错了，按这个才对。它的有没有的 import 出来呢？没有的 import，没有的 import，我们只能做一个新的。这里就需要跟着啊，OK，这里就是final list。所以我们综合了这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放进去哦。在这边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下，没办法，一个一个打。所以首先是 AM，哎呀，怎么会是这个的？看这里，看到这里哦，Final Watch List。
So AM 的方面就是这样，OK。So AM 方面，这个是炒股，肯定是炒股啊。OK，它最高是去到1.91，还没2.1。OK，那么接下来的就是 ABFD 这个，那时一进的时候就4分钱了，就注意到它了。这次哦。有时为了方便哦，我们的他的儿子都需要，因为这些是 WA 比较久一点的，所以就可以放进去了。像这边你看一下，OK，这里上了，这里下，那这里又在上，这边是没有量的，所以这边可以不排除还会套人家进去，可能还会再跌，也不知道。那这里你看一下，这里刚好是0.65，这里顶这边，OK，假突破之后再升回去，不过量是来了。它量来了，看之后它就在横摆，所以排至这里还会再6分，再走一段时间呢、啊、，OK，就这么简单直接，然后接下来就 BCM，这是新股来的，OK，so 新股方面我们就开啊，OK，so 还没有看到有特别的东西。这个股有一个很好的性质，就是你看它给股息哦，它就让我回想以前的 Matrix 啊，就这边哦，我先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Matrix 啊，OK，Matrix 在很早期的时候哦，你看一下这里，很早期的时候哦，它就也是有给股息，不过它下一下，然后它就一直上了，不像现在很多都是下，那也是给了蛮多股息一下，你看一下。所以这个是几月？这个是2013，哇，蛮久了，已经过了那3年，应该是看不到。如果是用3年的话啦，如果你是用3年，没有什么，你看它给蛮多股息一下的，所以一些东西，一些股我们看得到，还是那个机会来的时候就去什么，OK。这只股是炒股来的，OK，so 这些 W 字的我们就也是可以放进去啦，然后再开来看一下它的走势，so 现在还是这样跌，不排除只会回弹一下，再看一下可能就会跌到1.4之类，或者是更低也不说不定。总之，这次我们个观察名单里啊，不是 tipsy 啊，很多人搞，一直当它是 tipsy，事实上不是 tipsy 啊。OK，这个是有带样，像这个有 CCU、CV 的就不要看，为什么嘞？原因是因为这个它的期限很短，我们再看回去这个带样啊。啊，你会 out 掉了，它 short 掉了，明明就有那个什么 capacity 在这边，也不排除是中了病毒之类，不要管那么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石油有关联的，你看一下，这里这个啊，好像是 W 型啊，不过它的期限啊，应该少过1个月就形成这样了，OK。So 这种是不长久，很短暂的，OK，也有可能会形成那个3层底啊，OK，就是这里3层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还是需要观察一下，反正它也是低过1块钱，蛮不错的个公司，OK，So DNM 也是，但是他们真的是生意跌到很够力啊。低量，当我再压进去的时候，你看这里还出来咯，OK，所以低量也是已经低过1块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一季，奇怪，这个换了还在第一季 Dolphin，第一季。
跟低趋势向上虽然很摆了，OK，下次等着它下跌，我应该是多分。多分，哇！你看它现在开始是平底，平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下有没有一个爆量出来，一个爆量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留意了。说目前还是在观察名单，你看一下跌，从开始的时候上升，然后现在又上，然后又一直跌到现在，还有已经拿过红股在今年年头的时候，说这个就可以密切留意一下了。然后这 DIP icon 等下我会跟你另外讲解，还有那个东西啊，那个 EcoVest，这两个股会再仔细的分析它一下。这一天是那个业绩出来的一天，然后它是开低走高，它是跳低啊，OK，在这里在跌，然后再慢慢上升的时候，那时已经是 OK 了的。那时候我就开始确定了，我就开始去做一样东西，就是说，等下我就再进回去，那个叫做 Fibonacci retracement，从这里最高点，然后拿到这边，然后我们就算到刚刚好，OK。当然这个是用调整的来计算的话，它碰到那高点，它的阻力，然后它现在在回调着，现在不排除它会再调整低一，它是接下来的那个1.05，没记错。用 Fibonacci retracement 来计算到了是1.05，然后这里我刚才就讲过了，1.24它的心理关键点，如果1.2跌破的时候是跌破了，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立刻卖掉，就这么简单。你如果没立刻卖掉，你看下啊，就像这一天，这一天是1.2嘛，close 的时候。然后第二天就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这里就开始砍掉的话，然后在这边进回去，还是有机会翻回本的，因为在这边哦，最高回抽应该是 C21 啊，C21是2分去到6.5是基本是3倍了，OK。如果在那边你这边容易砍掉的话哦，你就可以赚回。等下我们会仔细探讨这个啦，DIP HICOM，OK，So E-ATTACK。E-ATTACK 这个应该也是不是很好的基本面的公司来的，量也是来了，你看到没有？三个中量的四次在底这边哦，这底这边就有东西看了，OK，所以是看不到哦，要放大一点，这样才看得清楚哦，OK，看到这个底的话哦。Open close 哦，这里两个结合起来啊，就变成那个孕妇吞珠啊，这个就是叫做bullish harami，然后一个 confirmation，说今天也是会上升的，这种是下跌趋势，赚小钱是 OK 的，不过它的阻力蛮多一下，还要去探讨的那个基本面，看它还有没有能不能持久，最主要是这一点，不然的话只是技术反弹。那个也是赚不多，赚一些零钱而已啦。OK，So E-ATTACK，然后接下来是 EKA 也不是好到哪里去。OK，So EKA，这个也是放进去。果然是一个蛮烂的股来的。OK，这些烂股我们是做的东西就是观察，来炒鱼，赚也是赚小零钱而已。OK，Ecovest，这边这走势现在是做了两个猪头在2.22啦，OK，最低是2.2，对。这里形成了一个支撑点了哦，因为它的底这里两个，然后就反弹上去嘛。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站稳，不能站稳的话也算 OK 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下一个是这里2.08，跟这个主力1.91，OK，所以也是蛮多了啦。所以这个看它几时发上去，因为哦，你看这里哦，
这个量是这样跌，这个也是这样跌，然后它量是很低了。OK， 所以这里看一下这边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嘛，看到哦。然后这里在一路上上升嘛，所以说 EK 这边啊就比较简单直接，我就可以跟你这样讲解哦。OK， 看到这个量哦，你看这里这个量，这个量比这个量更大嘛，所以它需要蛮多时间去消化那些票。等它消化到差不多的时候，是时候上升的时候，它量来的时候，你看一下，量来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很多量，它只是总是在上升的时候，最简单最好的话，最安全的话哦，就是等它突破 2.3 去，你再进会比较安全一点。为什么？因为那力道上的时候，等它冲力，我们叫做那个动力，就好像一个球体哦，开始说它在静止静观啊，你不施展一些力度还是不会进动的，但一施展那力度啊，它就可以转 OK， 它转过那个点的时候哦 ，OK， 那个就是转折点哦，超过那个点数，那个是我们说所谓转折点的时候是，那么它就可以，再继续的向上升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它道理 ，OK， 所以在这边目前为止，我那时在跟你讲，在这边进。对哦，你看一直下跌，就像这个下跌也不会怕到哪里去。你看一下哦，从这边哦，2.6给你买到2.6的话，到2.22 ，OK， 它8000不是很多耶，2.6哦，减掉2.22哦 ，OK， 你亏这个哦，如果没有做什么东西的话，你现在是才亏14%。所以14%是很少的东西，因为这个整个波段还是上升的。OK， 所以等下我们会讲啊，探讨那个做 DRP 那边还有那个这个啊策略方式啊。OK， 所以今天我就只是用啊很简单的，就讲综合，真的是很综合很多东西一下。OK， EQS 那边已经讲了，然后 FNN。说 FMN 那边是下跌趋势了啊，所以他的那儿子也是死到很够力这样 ，OK。不过长期来讲，他的母股是 OK， 因为要过年来的，然后他的销售又会再增长了，消化到蛮厉害一下。伽母大方面，当然还要进买这个，公司平单。OK， 港木那方面哦，就开始在走这下啊，短期是下跌趋势啊，它的长期那边还是在横摆啊，我们看看横摆啊，应该还没突破最关键点啊，大概是4.5，没有记错。OK， 所以跟定马来西亚这个股也不是鼓励长抓啊。为什么呢？肉不多了，4.5以下已经过了，现在在上升着 ，OK。股息又给到不是很多，那个是 upsing。说 upsing 方面是蛮大力的股来的，哈达。人家讲那个什么股啊，这个手套股死了，不过我们看到它还是在慢慢回升着的 ，OK。这个哈达哦，我们要看的东西也是蛮多一下的 ，OK。所以这里没有跟你讲啊，它已经是出了股息了，股息是11月出的，蛮不错。那时在这边的时候，都蛮高的股息，现在就看咯，就看一下情况怎样先咯，这些全部管到完了。OK， 说一下 that
mask 这个是打桩的。看到这你要回弹这反弹这哦。mask 接点是中指骨。现在是回调着，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几时在上涨的时候，那力道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一下了。哎，这里就刚好形成了有接近两个月，然后突破了 ，OK， 叫做双底了。如果你真的看不到的话，这里是一直这样在上、在下、在上 ，OK， 然后这里是它的颈线。刚刚好四条线碰到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颈线。颈线方面，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开始算到这边的话，都有整两个月，所以还符合它最短的期限，所以这里已经是我们讲的底部那边上升了 ，OK。所以这条是这个两发不还来的水，钢铁股。钢铁股，你看上下真的是很好笑了，然后来源于哪水？这个已经是蛮烂了了，这个它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饼啊，虽然还没有完全一波那个它的关键点呐、啊、，OK。它的饼还算 valid 啦 ，OK， 它的那个饼那个 handle 在这边，迟早几时我们会反弹，这个真的是蛮讲究一下的 ，OK， 哎，那水拿了，所以才还有剩下大概。13个 LKL 的 message， LKL 这也是新股 message， MBMR 给要除掉它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量它的那个排盘不是很好，很少票、看一下这些最多是在这边，那只是那个贝沙的关系。不过后来的时候，我看一下在实战中看的时候是，并不像我期待的一样，因为路上那边不是很多人，虽然讲订单很多，但是。路上看不到很多这些它的那个新的产品的车，就是别的 ，OK，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排量那边真是少得很可怜，这个不排除余掉它了 ，PDJ。这个炒了一轮了，上来了。Okay, 也可能是试盘，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它几时。PDJ、PTP、PTB 方面 ，OK， 要清楚知道什么是炒股，什么不是炒股，一看这些就知道是炒股了 ，OK。所以这个股会被进入，是因为它平了上了再平 ，OK， 也是炒股来的 ，right two。这也有它的债券，看到爆量来了，但是还是向下跌，还没有再继续向上，那么我们就这看，就还是继续等待了。阿嫂应该有看头了，为什么我会讲有看头了？因为它是油中股之一，结果真的是有看头，现在开始看一下。底部是算是形成了，几时还上升，再一次要观察一下 ，SGB，
有 premium share 的哦，优先股。SGB 你看它平到这么厉害哦，它业绩是很烂的，那句话真的是很烂的。所以这里5月到12月，这里就有整7个月，差不多会要来第二轮来炒上去了，那这样炒上来还没有这样快了，这里应该会收大概是1年了，也就大概明年4月、5月的时候，或许会有一波上升。这些我们可以也是可以讲是累积票啊，这个庄应该是不大的。TMC 等多久？TMC 方面是蛮好一下的啦。还有他的儿子，我就顺便看一下啦啊，没有什么人买。这个还有人买，但是不多。CB，等下去看一下。OK，Tokyo 等于 S。是在上升，ES，OK，ES 方面知道还有工程，一手那也是拿进去，这个是炒股。它主题是讲它那个什么太阳能，太阳能那边都还没有拿，但是拿好像是拿到 project 上面真正去做。OK，所以这一个是 WCT 啊，建筑股。这 WCT 有一个不大好，就是在这边你看它已经是铺掉它的那个 gap up，就是不要跳高啊。OK，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哦，这个公司如果没有拿到新工程的话。它也上升到不会超过2块半了，最多。拿到新的工程，还要看探讨一下有没有它的价值。OK，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些放进这个观察名单方面了，就比较简单了。OK，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它的图表走势是看这个 final watchlist 之前那些 watchlist 啊，你看这之前还有，当然我还有那个FVN KLCI 的那走势图。OK。我要放进去，这里要自己放进去的，反正我是这里就是这些全部要看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要看的，刚才我讲的，这个已经是告一段落了，这里这个东西，OK。So，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这个刚才讲的 DRBI Core 里面的还有那个技术的探讨。OK，所以这里我就要放回去 DRB HiCom 先。所以 DRB HiCom 那边，当我们知道最高点在这边，跟最低点在这边，在开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开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放下去了。所以用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叫做 Fibonacci Retracement。OK，在这里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它的横线哦，然后放在这边，这点是大概是它是128了，我大概是放在这边了128。OK。So 拿下来，拿到这边180哦，0.92。OK，这里就它是大概是1.53，这里是1点。OK，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0.92，等这里哦。OK，So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哦，它大概是这样啊，这里要拿。我们再拿下去，然后 OK，所以这样你们可以知道它的确还是利好的第一个阻力就是1.05，看到吗？
看不到的话，我在这里放大哈先。说在这一天业绩季报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出来的时候，看到它慢慢上来的时候，已经知道它低点是0.9了。那第一样东西就是这边直接这里哦，这里的 estimate 还是放就放0.92，然后那边你就可以看一下它有多大的空间。1.05到0.92是蛮大一下的，这里是三一角三一角三哦，一角三对于0.92哦，它增长是很大一下，你看它，先减掉哈1.05哦，减掉0.92哦，OK，这个就是我们怎样来敢比较大胆进那些要过期的平单的一个方法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巴仙率哦，它是整14%，所以14%来讲哦，平单它杠杆的话呢，它是肯定超过14%的回抽哦，这个是给我看对了，因为在那个在这边我们如果要再继续看的话哦，OK，所以我们要需要的是那个卡丁这边哦，你看这个图了哦。收在这边哦，RB CSE，这个我先要拿掉它，再拿掉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多。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它的那线条是一致性的哦。OK，现在已经是一致性了，所以在这边是OK 没问题的。OK，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哦，这个点哦，就在这边哦。这是最低是大概是0.02啊，不过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嘛，OK，如果我们那时有机会，0.02应该是没有啊，算是0.03或是0.025，0.025会比较多，但是为了简单，我们要用0.03，0.03如果是它刚才我们那个计算机来讲是14%的话啦，OK，所以这里大概是我们可以算是50%，就是1.5哦，说它这里至少是0.045了。所以那天的确是到0.045，就是这么算啦，OK，大概是0.04，OK，然后第二天的确是有到0.06，然后第三天是0.065，OK，所以就是这样来计算的话，OK，那么我们就有那个机会可以知道我们的那个平台要怎样玩了，OK，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哦，我先放回这个新的，Q，关掉哈。OK，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策略。OK，这180到180，OK，所以在这边这个是第一个，怎样去抓那些平单，怎样去赚快钱，就是看底部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去在这边这样直接就可以开始计算，OK，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算一下从这个这个主力啊。减掉这个，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少，然后我们看它的巴仙率，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平单方面，哪一个是最接近它的那个转换价的？OK，比如说0.92哦，它最接近的是0.95或是1块钱，我们就去找哦。当它的转换比例那个 conversion ratio 是越少越好，那个它的那个杠杆它的比例就会比较高一点了。OK，所以我们就赚到比较多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然后讲另外一个哦，就是哦，这里就要关掉，拿掉哈。OK，讲另外一个就是这里讲的，在这0.2，砍掉哈，因为它是有跌破一次、两次，跌破第一次的时候不要怕，第二次的时候要注意的，基本上是有机会给我们给他们逃了。然后你看一下，这是第三次跌破。第三次跌破的时候哦，然后开始这里也是有一个逃命波给我们的，OK，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也是减持了蛮多一下了，OK，所以这边我不会，我虽然是设1.2，但是1.2的时候我会看清楚，我不会立刻去逃，因为这个1.2你看在这边啊，这个主力是蛮过力一下的，所以接下来哦，这个DIB 还空，如果他要完成他这，如果他讲这里是第一个波的，OK。第一个我看这个低点哦，还是高过这个低点的，OK，你低不是讲这个低点才对，这个低点还是高过这个低点的，所以这里还是符合第一波啊。如果还要去第二波的话是，那么他真的要注意这个1.2，他当然是
突破了这个1.2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可以再继续跌超过这个1.1。OK，1.1是最少，它要维持，不能超过，超过的话，那么它的那个上升波段就不符合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波浪理论了。OK，所以这个1.2是蛮关键的。如果你要比较安心的赚钱的话，当然。等它突破1.2站稳了，它一路上升的时候哦，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去看了，这个是其中一个策略，OK。然后再讲回这个 ECOWAST 那边哦，ECOWAST 那边是蛮多东西看哦，OK。这个股哦是上升的时候哦，上升波段哦在哪一个跌点进的时候都是机会。像这里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股哦基本上它就已经是确定是很多工程了的。然后再看它基板那边还没有进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巴生的 clean 钢巴的那个美化河流提升那个 OK 钢巴松爱钢巴等下松爱 clean 那个美化的工程的那边都有着10多亿哦，不是少数目，OK，所以那边算到来还有应该有接近70亿的工程。所以在未来3年里面是真的是不怕，这整股哦，我们还有它上升空间是可以看得到，说还是赚不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是稳赚，O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升哦，每一个进涨点都是可以是进的，OK，反而好像那种人哦，OK 这种哦，在这样的阶段的时候，它是向下的时候哦。你哪一个反弹都是出场点的，就是止损了。OK，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要快快逃离啦。好像那时候有看到啊，是哎，这个股真的现在没有新的工程，然后那边不是很看好啦。OK，所以这边爆量下跌的时候也，那些人还傻傻的不要出，所以我就亏到阿妈都不认得咯。就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就是我们确定它上升的时候，还有上升到多少，然后我们那边计算价，OK，那个大概那边要赚多少，OK，我们就大概吃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就可以就可以不要赚到稳赚的机会了，而不需要是不是在哦，人家在这边进场哦，比如说这里是0.97啦，OK。它跌回0.97，你再进回去，但是它已经是下跌波浪中，下跌波浪中的时候是那个岛还没有完全下跌。如果是卖空，OK，short selling 就 OK。但是期望它上升的话，你就死定了。这就是策略的那运用，我们要了解这个趋势是上升还是下跌。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哦也是很盲目的，很喜欢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拿回那个印象价。比如说0.95，它真的在这里进回去的话，这里进的是风险很大。对，比如说如果是在这边，OK，在这边错过了吗？但是上升一下子吧嘛，然后这地方进回去的时候，会很伤啊，因为它还会再下跌，因为它在下跌趋势中，所以下跌趋势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借任何的股或者是一只 average now，除非我们知道它长期还是上升，这个。已经是没窝红了，长期是上升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OK，说这只股这样上着，你看这还是上升的，它还没有大大的调整。你看11月的时候啊，11月那时美国大选的时候总统大选它都没有什么下跌，是蛮可悲。我又还会下到8毛，就是那些 panic sell 的那些。等他的那些股东那些所持有的散户也是蛮醒目一下的，OK，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逃不了那个基本面。除了技术分析方面哦，技术分析可以跟我们知道它是上升，然后那个买卖的程度是很活跃，很多那些参与者，但参与者越多。那个股数是有限量的，如果要用那个方程式来讲的话哦，它是这样的，它方程式哦，OK，组成股价上升哦，股价上升哦，股价下跌，这里还有股数哦，
为什么股数是很重要哦？是特定的，股数是定的 ，OK。当人家叫的时候哦，这股数哦，在市面上哦，市场上的股数哦，有分市场上的股数流动啊，就是这个是流动性的，那我们讲的是流动性的股数 ，OK。跟一个已经是固定的固定性 OK 股数有分这两个，然后股价在股价上升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下降，这个上升，这个就变成它股价才会上升，然后股价下跌的时候是相反，这个下降，这个上升 ，OK， 所以股价下跌就是这么简单 ，OK， 组成股价上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股数只是有限，比如说股数只有100万股啊 ，OK。100万股这里我就为了方便一点，然后我就需要放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就是这里要放这个 ，OK， 这里是100万 ，OK， 在100万的情况下，这里股价上升的时候，它这个是那流动性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庄家这里可以讲是庄家稳固 ，OK， 我可以讲这个固定性是庄家的票那边。庄家要控制一个票的时候，通常是要超过50%， OK， 这样他就可以左右他的上下，就这么简单。当他股数这里越来越少，他比如说他总共股数是100万股 A， 那么在市场流动性的时候只有两股的话是推上推下是很简单的，其他就不要卖给你，你要怎样 ？OK， 所以他就。那些人争先恐后去争你用我争的税，争到一点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才知道股价上升是这样操作的，所以在这边技术分析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这些拉烛图就代表价格的波动，股价的波动和那个成交量，就是有没有多少人去争这只股 OK，然后它是上涨，从这一天这个是最新的，看回过往的趋势，如果是从现在那边慢慢上涨的话这样就 OK， 就这么简单，或者下跌就小心了，或者是横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了就是这么简单了，再从这边我们就运用不同的策略来进场进出场。为什么 DRP 方面我会敢进呢？是因为我看它的季报方面，它是重估那个 POS 的那个价值，也是在预算中，因为它在七月的时候还是应该是七月的时候才买那个美股，事实上不是买进了，它是那种交换了，就是比如说它旗下的公司它本来都有整20多%POS 的股数了 ，OK。他还在重整他的旗下的那些业务就是他那些东西他那些运输东西全部给 POS 管理完，所以还没有整合公司，所以在那边换股就是以他旗下本来有的运输公司是转换去 POS， POS 那边就他就拿那些股数冲出一些股，然后大概有30多%，然后总共现在有50%。超过50%，所以这里要小心的是私有化。当它股数达到70%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了。那 POS 那边呢，因为它会不排除来私有化那个 POS office。OK， 所以这边就是要注意的东西。然后我们从那边看一下基本上它不是亏很多钱呐。OK， 所以是有一点进展的，所以看一下。还是不怕，因为我都看得到那些汽车行业的确是很差，或政府推动的那个budget方面是蛮有利那个波段也是那个 DRP Highcom 的旗下公司，
当 ERB Highcom 真的是把这个 Proton 丢给那些外资的话哦，虽然他已经事先做好一些东西，这也是做一个保险，然后他手上有多余的钱那边，但他拿些股份给，现在已经是 confirm 有三间，剩下的3间也空了那个季报那边看了，然后从那边我们就大概知道哦，OK 有没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它波动是很多，所以你不是新手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会不建议你进这个股啊，因为它波动是蛮大的，你可以看一下上到差不多1.57块还是5.6毛啊，然后现在下到9.66角钱下了，然后那边是下得蛮够力一下，就整差不多50%不见，就50%不见了哦，在平单方面会更加够力。说、so, 很多人就是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就蛮危险。那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要预测那边，然后衡量啊。最糟糕是快二的时候已经过了，快二如果没有止损的话，它就没有离场的话哦，再跌到9毛的话，再上回快二你就看不到那个东西，蛮心痛一下了。OK，这样的情况哦，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分享的东西呀、啊。OK。所以分享方面呢，当然是很感谢目前有的东西。这个是上一个月，就11月的，就是这一月我没有上传任何的 video，我要看一下我赚多少钱，然后1.67。说、so, 那时我看我大概是有251个那个 subscriber 啦，所、so, 以我当然是希望你可以把我的这些 video 分享给更加多的人知道，因为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其他人知道从中可以得益到比较实际的那些技巧，怎样去分享？OK，在这边哦，251个我才拿到这样多。如果要赚这里比较多的话，比如说上1000的话，就是乘三哦，乘1000啦。所以说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达到至少25万1000个那个 subscriber，所以要提升的还有很长的路了。OK。就是这么简单啦，OK，在这边当然，他们只要 subscribe 我的 video，然后当我有更新东西的时候，那么就比较简单。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哦，如果你有兴趣跟我学习这些股票交易的东西或是技巧，更加仔细的话，就是要去问我的话，你可以电邮我这个网址，我只接收那些要跟我学习东西，不是讨教。如果讨教的东西，不好意思，我是屹立不回答你任何那些问题的。然后我看到是，因为有一些人直接私信我，关于在非面子书那边，看到那些问题，我也懒得回答。为什么？这不是我的义务了。一句话讲完，我只是分享这东西，你能赚到多少钱是你的本领。OK，你了解到当然是很好，你不了解也不用紧。这就是这样啊，因为我的那个 video 一直在上传的，OK，so 你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不用在那边批评了啦。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就如果你批评的话，就感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有心的看完，然后你就批评，就是说你本身就是批评着自己，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东西，然后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嘛。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看咯，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喜欢，然后当然还是继续着观看的话，当然我也是说声谢谢，然后多谢谢支持。那么今天也讲到7七8八了，整一个小时了，OK，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下次我再分享其他东西，就是会一步一步来的。当然，我怀疑是会比较少制作了，一个月最多是两个怀疑了，因为我最近会烦蛮多东西，赶着蛮多东西一下了。OK，so 今天就到此为止啊，谢谢。